戏啊，什么？那什么？啊？别气了，不要动啊！
切它，可是切不到它，对不对？
圆心应该能够保证这个的长度跟这个长度跟这个长度要一样的，对。那这个要一样长，这个要一样长，就代表特点在哪里呢？这个要一样长，代表特点在哪里呢？我只要一样长，我就会画圆。那代表这个会在哪里呢？怎么样才可以让它出现呢？两个长度。
黑色的线对着，所以端点要对端，这一端要对这一端折过去。老师，老师。好，所以中垂线可以帮助我们得到等腰，对不对？来，同学看我这里哦，先看我这里，先看我这里。中垂线可以让我们得到等腰，中垂线可以让我们得到等腰，所以注意看。等一下我会给你们，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类似像这样子的图形，大家看哦。注意先看我这里哦。我如果想要得到它的外心，我要得到它的外心，我可以利用中垂线，所以这个对折，这个对折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这一条线？这一条线上的特性就是到两个边的距离一样，对不对？先听我讲这里，先听我讲这里，先我没有让你们画图啊。来，注意这里。等一下你们会拿到一个三角形，然后我要请你们找它的外心。先看这里哦，我要请你找它的外心，那它的外心的特点就是要到这里跟到这里的距离一样，对不对？距离一样才可以画圆通过，对不对？了解吗？所以你怎么得到这件事情呢？利用中垂线办到。所以等一下你把这一个黑色的线对折，对不对？就可以折出中垂线，了解吗？那这一条中垂线的特性是到这里跟到这里的距离一样，可是我还希望到这里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还要做什么事情？还要再做一件事，可是你才会得到那个线，你还要再把这个怎样对折，会得到另外一条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条跟这一条是这个交汇的点，这个交汇点可以得到这边一样长，可以得到这边一样长，所以这三个就会怎样一样长，是可以得到外心，得到外心之后就可以把那个圆画出来，这个有听懂吗？好，接下来做题。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图形是什么样的三角形？对。来，请你把它折出它的外心，一样用对折的方式。来，用对折的方式折出它的外心。来，一定要对折哦。所以刚刚的练习很重要，刚刚那个练习非常的重要，现在你才可以才会折。对啊。不要折中垂线，因为你要得到外心。你要得到外心，所以你需要得到等腰三角形，你要跟它一样长，所以你要对折，你透过折出它的中垂线来得到等腰。折好了，一条不够，一条找不到外心，对不对？要几条才够？要两条。你折好了，一条不够。你们很聪明，你们都先折。我给你们的这个图形是很特殊的图形，一开始就看到了，它是一个等腰，所以你一开始就很聪明，直接把它对折。你对折的时候，事实上是对下面这一条对折，把这个端点跟这个端点重叠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把它重叠之后，你会发现你那条折痕很自然而然会通过点点。对折的明明是这个重叠，可是你会很自然而然就通过顶点跟它等腰。可是你折出这一条，你能够知道说，好，我现在确定我到这里跟到这里的距离一样，可是还缺这一个，对不对？你能够确定我画圆的时候，我可以通过这两个圆心，在这一条上面，我可以保证这两个一样长，我可以画圆通过那两个点，可是这个点通过不了啊。要怎样才可以通过它呢？你还要再一个中垂线，再一个中垂线，所以你一条不够，还要再一条。好，你这一个折
共垂线之后呢，再选这两个边其中一个对折，把这个绿色的线对折，折出中垂线，就会得到重叠才可以，你要刚好重叠才可以，你要很准，就是这个点要刚好跟这个点重叠，可以吗？来把它折出来，来这个再把它折出来。好，折好之后，请你把那个圆画出来。就这样啊，厉害。好，请你把那个圆画出来。一样吗？这是130，这个是圆周角。
不要乱吹啊！圆周角，同学，这要你利用这次把它学起来。你要让圆周角，所以这里是一百八。圆周上的角，圆周上的角，所以这边会多少？一百三怎么样？乘以二，所以这个是多少？那所以剩下的上面的移动，下面是两百六，代表上面这里剩下移动，三百六再扣掉，两百六，所以是一百二，对不对？那这里如果是一百，所以代表什么？五几度，圆心角就会跟着移动，了解吗？所以这个一百度，这个也会是，来把它写上去。这一张弄好，请你把它贴在你的笔记本上。好在我好饿。报案度数写上去。你都还没有画，你这是等九千啊。赶快画，把贴满了画。我光了光了。用胶带，用那个胶水泥。你可以服贴，做的很好，把黑板涂了哦。这个折痕都用虚线，折痕都用虚线。然后我们这些是半径。你要记住哦，外心是你对边去对折，外心是对这样子折出来的，好、哦。你可以把那个图每个人都画，画在你现在折的那张纸上，请你把它画好。我知道你五花都可以，对哦。两花是没关系。五花都我手都有。啊，下面画不到没有关系。然后你把上面的完成，这是圆形的，所以它刚你刚刚是这样折过来，所以这一条会跟这一条一样，这一条跟这一条一样，没有重复。然后这一条会刚好围绕啊。这一条圆形，这三条一样的会围住，然后圆形。外心，所以这个就是半径。好，来两。好，你这个折对了，它这个也要折。这一个就是这个折过去，一样要重折。我知道不容易看，但是你们眼睛红，应该是比我还要好，知道？这个要折过去跟它折在一起，这个也放到那里，折上去。角度对折哦，刚刚讲的是线段，我现在讲。
给你把这个角分成两个一样大的角，把你现在手边的这个角折成两个一样大的角。来，一定要对准哦，请你把这个角折成两个一样大的角，直接透过对折就可以折出这个角的平分线。好，所以方法一样，仍然是对折。对，可是你对折一定要通过顶点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定要通过那个角的顶点，然后再把它的两条边重叠，然后把它画出来，把它画出来连在笔记本上。我这里有几条圆哦，就是你对折之后再把那一条线画出来就好了，知道吗？对折，有对折的吗？有对折的，有对折的吗？没有。你有对折吗？就是对这个黑色的角，把它对折。把黑色的这个角折成两个一样大的角。要什么线？好，实线。来，注意看，就像这样，他把两个黑色的线对折，他那一条线应该通过顶点，然后把旁边那两个黑色线要重叠，他才有机会可以把它对折。然后把它连上去，你都还没连，那我在干嘛？我连不上去啊！你可以不贴啊！你为什么没有笔记本？我就是上桌子到了，我不知道放哪里了。那我拿了我的翻译盒的。好。折出它的分角线，因为内心会在分角线上。
拿脚背着，拿脚的是背着。你三角形有三个角，拿脚是背着。跟这个一样，这个是其中一个，你这边有三个。你这边也是三个角，三个角都是向背。好了。老师没有背景，他我。Thank you.
啊？